on tomorrow. My God, come on. My God.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很刺激吗？谁说要做的？你啊。是你说要做的吧？对，这样可以。啊，那你坐前面，这样不晃，你坐前面，面对我。我要看前面。前面没什么好看的，但又没有。 摸水应该没有很干净，我们船好像歪一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坐右边，你坐那边啊，你坐那边啊，不要再来平衡，对。是因为你太重了。是吗？你要坐中间。哦，我坐中间。<笑>是你太重了。哎、欸，这也平衡了。是你太重了。<笑> OK。<笑>你太重。 船都沉下去了，船怎么可能沉？有可能啊，因为太重了。如果它没有100个你的话，这么可以坐，至少可以坐8个人呢。一个人算50公斤，8个人也800公，五八四十，400公斤哎，400公斤，你看我才几公斤，我才90公斤而已。那个真的很可惜，那个没有开放，优步什么的。优步又不是那一个，优步。就那个啊，就那个啊。不是那个，不是优步。 玩那什么？那个飙浪，然后那个才是有。哎呦，有人在玩呢，那我们在玩那个。在里面，优浮在里面。OK OK， 那我们玩那个，再玩那个。是很无聊旋转的。那就冲浪啊，刺激好。轰浪，它叫轰浪。轰炸机，轰炸机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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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万神殿呐、啊！哦，万神殿，这个看不到。可是我们这样看拍不到。那是白宫吗？不是，这是另外一个。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比萨斜塔右边那个。麦克，你坐右边一点，这样不平衡。你坐那边。麦克，你在意大利耶？比萨斜塔。哇，那边都是巨人哎！我们也变巨人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荷兰的风车。我是说那一个。那一个？那房子。我现在看不到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还有城堡。那这个嘞？是什么铁路？他、啊、假装模拟有铁路啊。等下真的会有火车过来，搞不好有、啊。火车过来，真的。有吗？在最外面，我不是就看到会有火车吗？有看到阿里山小火车啊。对啊。那是其他火车。哎、欸，有看到桥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桥。城堡，可是啊，什么？哎、啊，麦克，你看到俄罗斯的那个红场那边？没关系，但我们该怎么去看？我们要进隧道了。是隧道。还是结束了？
都不会动了。给幼稚园的小朋友做的，你看狂飙又不是这个啊。OK。OK， 结束了，拜拜。水有臭。对啊，这水没有，这个水不是那种干净的水啊。